城主还没回来吗？你那边怎么样？哎，毫无线索。城主才走两天，城里就出这么大的事儿。哎，快看，是城主！我去禀报。哪吒，你搞什么？加油啊！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可靠，你们小心着点，别摔了我的石头茶盘。前辈，你冷就不能歇下来吗？这点事儿都做不好，还想我带你们去查？城主，禀报城主。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大事不好了，城主，好多孩子失踪了。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昨天开始就。慢，先随我回府去。是。喂，父亲！你好生侍奉朝林先生，我回去给你们准备大餐。 给我来！我要一百斤茶呀！我也要！给我一点！都散开！是我先来的，我要二百斤！我先来的，不要急！大家听我说，我这里真的没有茶。 不可能，我们文道茶香了。没错，这城里就您一家茶叶铺，一定是您家。大家请让一让，要买茶的都给我让开。茶，我要茶。是哪吒。哪吒回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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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是哪吒？ 哪吒都不知道还敢来陈塘关？哪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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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来了！这群人从昨天就围着。杜婶，我都知道，交给我吧。各位朋友，我宣布，博茶从今日起正式开始供应。真的，我们要的可不少。都查了。哪吒，你可不能胡吹啊！看，绝世博茶。 童叟无欺，哎，是真的哎！哇，想要的朋友在这登个记，准备一下，3天后就可以来拿了。3天后，行行行，我要登，我要登，我要登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你们是怎么巡逻的？陈塘关封锁了没有？ 城主，我们第一时间封锁了陈塘关，只许进不许出。城内呢？城内可疑的地方也都找遍了，可这些孩子就像消失了一样。唉，真是见鬼了！难不成还能从我们陈塘关飞出去？城主，我看这事儿的确蹊跷，莫非？ 是外面的人，你是说外面的人做的？城主，自从前日天宫山方向传来一股无与伦比的茶香，好多陌生人涌到杜婶家，说要见识见识绝世博茶。备马去看看。是。 没想到哪吒制的这茶如此受欢迎，这下大家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啊！闪开！什么人？哪吒，你怎么样？快看看有没有受伤？哼，想伤我，可没。啊！ 没那么容易，你右手黑黑的是什么？给我看看。
太监，是太监，快，我们去帮帮杜神。好好好，哎，快点，什么时候到我呀？好了，城主，没想到你一直挂念的薄茶还真被哪吒搞成了。这小子倒是做了件大好事。传令下去，加强防范，这些陌生人的来历要调查清楚。是。闪开闪开，都给我闪开。让你们闪开没听到吗？哎，你这人怎么想对大商的使者动手不成？这两个人什么来头，敢这么横？不要惹事，我去问问。请问两位官爷有何贵干？你瞎了？我们是朝廷的使者，来见李靖的，你小子还不赶紧闪开。拜谒城主的话，请往城主府，何必为难城中百姓呢？所有人听好了，这薄茶已经被我们朝廷征用了，往后也将成为贡品上缴。都散了吧。这不行啊，官爷。刁民有什么不行的？朝廷为天下之主，受儿臣供奉理所当然，不交你们通通都要问罪。城主，这他们我来处理。可恶，住手。我是陈塘关李靖，两位大人有事可对我说。大胆狂。好你个李靖，等着殴打朝廷使者，形同叛乱。别，使者有话好说。还是你懂得轻重。哼，我们走。父亲，你和他们说了什么？你不懂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我们面对朝廷只能暂时。又是这样，都被人欺负到头上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。哼，胆小鬼。这些柴够我们烤只羊吗？每天烤都够了。哪吒，你个家伙一整天跑哪儿去了？我电狐出马当然是有大事情了，想不想听？说。告诉你们，我找到那两个家伙的住所了，听说他们还从陈塘关的各大商铺那里勒索了一箱子财宝呢。什么？可恶，我不能忍了。等等，这次你们休想拦我。那两个坏家伙都在房里呢，财物也在，该送份大礼了。别闹，回头请你们吃蜜糖。大半夜的送礼，这穷乡僻壤的还是有懂事的嘛。快打开。妈呀，哈达去拿箱子，我去教训教训这两个家伙。别暴露。蒙上脸。别追了。什么东西啊？谁啊？笨哪吒，那是给你蒙脸的。看你还敢狂害百姓。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啊。看你还敢不敢胡作非为。你是白天那个娃娃。动手了。没错，就是我，再敢作恶就要你好看。不敢了，不敢了。没用的东西。